我希望不到。他的风格会比较隆重一点，你看起来那个质感啊，各方面啊，更有重量，更有分量的，更有质感的戏。 这次在如意芳菲的场景上呢，还是以舒展朴实、庄重大方，色调简洁明快这三个方向，所以在色彩搭配的方面上，也是以简单明了的单色调为主，然后靠陈设的小物件来点缀，给人以视觉上的干净整洁的画面。因为咱们的剧本设定是南北朝时期，所以我们会去翻阅一些历史资料，去找到一些属于南北朝时期一些特有的一些元素，譬如说一些女性的折剪裙、宽衣薄带一些这样的元素，把它用到我们这个服饰特点里。我们尽量美术、布景啊、摄影各方面弄一个。 尽量做多演员是真的在生活在那个环境，让观众更能投入吧，觉得这个是真的。幕后的我们包括团队摄影师啊，各方面都是跟云溪基本上差不多。后座的是这，后座的哪个？这个是吧？ 很奇怪，大家感觉拍完云溪没多久，他就聚在一起了。就是我一直都特别喜欢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一整组人嘛，就是我都挺喜欢的。新年快乐！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部剧，能够多支持《如意芳菲》。我希望观众锁定你的爱情，看你的《如意芳菲》，因为《如意芳菲》能带给你，完全不同的观影经验。